你是小郎君是吧？啊，你今天归我了。啊，你姑娘这么上心是有约会吗？他要求高，我可不想给他丢脸。真正喜欢你的爱你的是不会在意这些东西的。我知道，但是啊，我就想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。爸，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过来了？我见自己闺女，我还得预约呀。这位是？我是他司机。那我妈让我给你捎的，啥大项目呀？过年也不知道回家。我现在是总监，有出息了，有钱，你看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。得行，那我可点了啊。嗯。啊，先回家。爸，那个公司突然有点急事儿，我先过去趟，我一会儿过来找你。你有啥事儿？你先吃了饭再走啊。你先吃着。这个孩子一会儿又该难受，你赶快去找找他。走，看这大楼气派吧。哎，在这上班的都是高级白领，跟我闺女好好学学吧。老板，我今天请过假。你能干干，不能干就给我滚，开始。就这还大学生呢啊？你这出来干服务员不给家里丢人、啊？这说的也太过分了，这。我拿着，我去。你是这儿的主管？你干嘛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爸呢？叔叔担心你太忙，没有照顾好身体。这是 Life Space 蓝帽子益生菌，里面添加了有益菌、乳霜歧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。你经常没办法按点吃饭，换季又容易感冒，吃这个很合适。这是药店同款的蓝帽子认证，大牌更安心。叔叔特地给你带的，他是真的惯念。你别管我是谁，你说刚才那姑娘给家里丢人了。我不觉得大学毕业干服务员就丢人了。是，他赚的是不多，活也脏也累，可谁一生下来就是镶金的，不都是啥也没有的普通人吗？他现在自给自足，能养活自己，不丢人。不是说他能挣多少钱，有多好的工作，父母才骄傲。作为一个孩子，他的父母就一定会为他骄傲。这我得考虑考虑。哎，行了，那个准备差不多了吧？人家差不多快到了，加油啊！走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他这是，他自己说的，毕业五年，他委屈我，我家就在一起，结果我就是贱，这种不值钱的东西，我还当宝贝似的留着。姑娘，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会有结果的，但是真诚的爱绝不廉价。我给你讨说法，走。去，哎，在那儿呢。来，这，
你不是说他工作好，能力强吗？这我不知道啊。哎，哥们儿，你等等。我帅吗？这个是他让我给你的，还给你的。好，哥们儿，麻烦你别跟他说我。我听他说，你上大学的时候挺出色的呀，这怎么？以前啊，确实有点小聪明，但到了社会上，我才发现啥也不是。以前就觉得50万年薪就是基础，现在10元5双的袜子我都嫌贵。工作这么多年，我才明白，我们有时候啊，努力一辈子的终点，对于那些有钱、有权的人来说，就一起点。哎，这里不要外卖，停车，给你说多少遍了啊？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赶紧哈，你给你停车，你能赔得起吗？真麻烦。麻烦了，麻烦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王涛，婷婷，我不在乎你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在乎你有没有钱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你人品好，对我好，这就够了。可喜欢不能当饭吃。好生活是两个人一起打拼的，不是你拼死拼活我来坐享其成。王涛，也许在别人那你是一棵草，但在我这儿，你就是我的一片天。哎呀妈，为什么乱七八糟都往里搁，把这车弄脏了，一会车误点了。哎，就是啊，那出来什么没有卖的，你这越积越铁烂了。就回家吧。瞎操心。大哥，你不能这样说大娘，大娘也是好心呐。不碍事，我家里还有行李，我得去拿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跟你一块儿。你忙乎什么，你得耽误他赶火车。这么浓，得让他吃点热乎的再走。你睡不好觉，一会儿血压又高了。来，我来。你做出来的不是当妈做出来的味道。妈，别忙活了，我要走了，你快点睡吧。妈睡不着，你明年腊月29到家，正月12就又走了。这两天妈睡不着，妈给你包好了饺子，你路上吃，不耽误，妈去送送你，啊，拿着。老婆，搁家里叫我喊妈妈哈，我走了。走了，大娘。我走了，哥，送你去车站。兄弟，谢谢你啊！我刚才借你的钱，我到那挣了钱，马上还给你哈。不用着急，不都给大娘了吗？一年到头也不知忙些什么。去年工地歇了几个月，没有活干，城里消费又高。40岁的人了，想拼命挣钱，钱没挣着多少；想拼命顾家，家又没顾上。俺妈比我去年回来又老了很多。啊，对了，你早晨没吃饭吧？俺妈包的饺子，你尝尝。
不着什么钱，妈都这把年纪了，吃喝穿戴的都不在乎了，就是妈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，今年过年能不能早回来几天多陪陪妈。哎，小虎呀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小虎，阿妈，行，好。你租这身衣服能赶上你一个月工资了，你这是去还钱吗？人现在是一小老板，我要穿成这样，我怕他不收。臭小子混得不错啊。还行还行，看我新开的店怎么样，上档次吧？挺好的挺好的。来，今天中午我整俩菜，咱们好好喝一杯。啊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我今儿来有正事儿，这里面是我之前借你的那3万块钱，今天来还你的。着什么急啊，你还拿着用。对对对，还了得还了好长时间啊。接个电话。我出去接一下啊，钱拿好了。您的房子我维护的也挺好，我找到房子我马上就搬走。是是是，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他其实他挺，我知道。你再给我两天时间，哥。就是个缺心眼的。哎，不这小子什么德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前面是怕我不收，在这儿显摆呢给我。这个你给他，我不能要。东子，东子，我那儿有点事儿，这饭我就不吃了。这大家好不容易见一次面，这都赶一块儿了，下次再吃，下次我请你。这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？拖欠房租，行李差点给扔出来。啊？这个。是你兄弟让我给你的。这人看他过得挺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其实这饭店我来吃过饭，我觉得他有些事可能在瞒着你。你不干活在这干嘛呢？对不起老板，我马上干。现在什么行情你也知道，都30-40的人了，你我能把你留在这儿已经很不错了。是，谢谢老板。勤快点啊，你真想下个月带着你一家老小去喝西北风啊？王哥他失业很久了，怕你担心，一直没敢告诉你。东子，王朝东，你咋回来了？落什么东西了？我刚走在路上，越走越馋，越走越馋，我就觉得你这顿酒我今儿必须得喝。你这人啊。哎呀，公子，咱俩这打小就认识，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咱俩就互相打仗。什么话啊。这一算得有20年了吧。公子，这么多年谢了。我今儿把话撂这儿，这辈子跟你王朝东做兄弟值了。